大家好，我们是贵族世家，我是队长江平勋，我是昂古贵，我是蓝心凌，我是蛙贵，我是张雨绮，我是蔡桃贵，不是蔡阿嘎的儿子哦。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叫贵族世家吗？哦，还不是因为我的脸太扁了，被教派老师嫌，所以就叫昂古贵，然后他们跟着取得。自我介绍完，现在就让我们来讲讲地理中心杯的历史吧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中心杯是在什么时候建的？没错，就是日治时期。啊，是为什么？就交给昂姑贵来解释吧。不不不，应该交给菜头鬼来解释。等等，不是你要说的吗？你是不是忘稿了？真雷！怎样？对了，不行哦。好吧，那就我来说了。大约在明治39年间，日本人便已经测出台湾的地理中心位于南投埔里虎头山，并树立了台湾地理中心碑。嘟嘟，这里我记得，我们今天看到的白色湖墙环绕，中间碑座是3公尺高的红褐色平碑，上面竖了一根不锈钢管，最上端顶着两个香蕉的圆环，只是1979年重建过后的模样。哎呦，你还是有点用的嘛！拜托，我谁？我是天下，我可是天资第一，长相欠扁。超扁。哎，不要太夸张哦。好啦，还有各位同学，刚刚走的步道是日治时期所建的能高社遗迹哦，但是能高社已经被拆除了。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台湾的地理中心吗？对，在国民政府来台后，民国41年重新量过，发现中心已经往上500个阶梯。民国政府也立了三角点作为标记，但经过921地之后的几阵地震，三角点有点偏移，也就是在民国94年，也就是大多同学生日的那年，重新找证。现在台湾真正的地理中心是卫星接收站。你们说的很好，但是为什么这个碑叫做三清选秀碑呀？因为那是前总统蒋经国相当喜爱南投的山水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蒋经国先生是很无聊的人，因为好山好水好无聊嘛。